国内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我们国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所以流传下来了很多的文物，其中就包含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字画。如果是对字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，肯定都听说过齐白石这个名字。齐白石老先生画的虾，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。老先生不单虾画得好，画山水、鱼虫、人物都很有意境。老先生曾经画过一套山水调屏，在前两年拍出了9.3亿元的天价。老先生还曾经画过一幅柳牛图，这幅画里面只有几点青草、一株垂柳和一个牛屁股，但别小瞧这个牛屁股，这幅柳牛图拍卖了2000万。只是画了一个牛屁股，为什么就能值这么多钱呢？专家说，放大20倍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幅柳牛图确实是齐老先生一幅比较奇怪的画了，因为这个画里的一个牛屁股就占了画布很大的空间。但是再把这幅柳牛图给放大20倍后，发现这个牛屁股前面还有小半只牛角，可以说非常的讲究。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？本期节目到这。